现在开庭，被告，原告方指出，旅行社应对大巴车翻车事故承担主要责任，你是否同意？我坚决不同意。开车的是大巴司机，我们公司早就把大巴车外包给了地接公司，司机是他们找的，车是他们安排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们没关系？我报的是你们的团，合同都签了，你们不负责谁负责？哎，这位大姐。 这可是法庭，可不能乱说，得有证据。你们还有良心吗？还是人吗？您等什么呀？肃静！被告，你继续发言。陈院长，我申请我们公司当时在场的两位导游贺彩、天月出庭。传证人贺彩出庭。证人贺彩出庭。 证人，你是否是当时的随团导游？是的。好，请你向法庭陈述一下当时的事情经过。我们旅行社在完成任务以后准备返程，当时所有游客都已经上了大巴车，我们的大巴车是外包给当地的租车公司，所以司机是他们找的，我不认识。我当时在车上亲眼目睹了我们在返程的途中发生了不幸的意外。我必须强调。 证人，你是否是当时的随团导游？是。请你向法庭陈述一下当时的事发经过。我，请你大声一点。肃静！证人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这点你是否清楚？ 不要瞎说啊！这法庭，被告，请你注意法庭秩序。陈班长，当时的导游已经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有过错，那么他与他背后的旅行社必然应该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。陈班长，那肯定这个丫头通过这件事，她脑袋受了刺激。被告，我想提醒你一点，所有的游客都是跟你宝华旅行社签订的合同，而这个导游，也是你们公司正式的员工，那么他的责任就是你们宝华旅行社的责任。 这个律师，你是不是收了黑钱了？你瞎说什么呀？陈院长，他在威胁我的人格，我企求起诉他。肃静，肃静！全体起立，请审判人员退庭。月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早就想好了往死里整我是不是？别忘了，想当初你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是谁收留你的？是我，没我你就没有今天。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跟我说，你收了这帮家主多少车费啊？对不起，马经理。
没有。如果我们公司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小人，你丫就是小人，知道吗？我拜托你稍微冷静一点。其实你这么说话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相反，对方如果听到了，他可以多告你一点，恐吓证人。给我上课，用不着。 知不知道你刚才在里面说了什么呀？看着我。我承认你现在心里不舒服，很内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么做，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啊，只会让很多无辜的人承受更多痛苦。我愿意承担一切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 天宇啊，你现在这么做无非是想让你自己内心里边好过一点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？我自私？你们一个一个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的，你们都没责任，谁的死去的人负责任？这事跟你没关系啊！是跟你没关，但跟我有关系。 我们会专门针对这次的事件召开记者招待会，为大家说明情况，时间我会再确定。到时候见。我们本来也不需要隐瞒什么，导游说的话我们现在也很诧异，这件事情确实很特殊，相信你们也能了解到这一点。 这件事情我们还在跟进当中，我先了解情况。好，那招待会见。请你向法庭陈述一下当时的事发经过。 请你大声一点。天宇，吃饭了。天宇，吃饭了。天宇，快来吃饭了。来，这汤搁中间。天宇。 吃饭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快！我吃不下，吃不下。怎么了呀？吃不下。哎呦，我的闺女啊，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儿啊？你妈辛辛苦苦做半天，你说你吃不下，到底怎么了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啊，闺女，你不是老说好久没有吃妈妈做的饭了吗？ 妈妈是不是亲手给你做了？怎么又不吃了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不想吃，不想吃。没发烧呀？肯定心里有事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丁凯惹你生气了？没有。 跟他没关系。哎，天悦啊，你说，咱们好不容易有个新家，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在一起，妈妈这么辛苦做了一桌饭，你这不吃那不吃的，你说让我们怎么吃啊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叨叨叨叨什么呀？没看见孩子不高兴了？别说了，我叨叨什么了呀？你。
你就宠他吧，你能宠他一辈子吗？哎，你看你这个，你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是我不好，我吃饭还不行吗？你吃。来吃饭。哎，天月，妈给你做的油爆大虾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多吃几块。哎，来，你也吃点。哎，好好。小高，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。结束之后我请你吃饭，地点随你挑。好，谢谢。安妮，哈士比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和运营部的开完会，来你这儿了解一下，现在情况有什么新变化吗？现在双方各执一词。别灰心嘛。谢谢你安慰我。我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大量的抹黑公司的帖子，下边的评论还挺多的，这个你们注意了吗？根本就不止这些，所有的微博、微信、媒体公众号、论坛，全都是抹黑公司的信息。这看起来不太寻常啊。其实我也有同感。怪不得。怎么了？总部有消息传出来，要对亚洲区做一些人事调整，听说了吗？亚洲区？真的吗？哎，啊，你现在不是升这个人力总监了吗？嗨，我跟你讲，累死了。你愿意干你去干，我还想当你的大学系主任呢。怎么说呢？老师看得起我吧？哎，对不起，怎么样来了？堵车。这交通状况真是太难预料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么说来，还是海上的交通比较靠谱。哎，师哥，一年没见了，也不想我。听说你在邦威治做得不错啊。怎么说呢，马马虎虎吧。做到了人力资源总监，还马马虎虎。哟，那要看和谁比。就咱们对面这位潘师哥啊，刚刚荣升了海洋大学系主任，怎么样？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光荣的很哦。哪像我，就一高级打工仔，真是。哎，我不行，我就是个教书匠，还是子阳厉害。马上升副船长了。要升副船长？我的天哪，这可是华人第一例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师哥，师弟恭喜啊！哪有那么快，还在考核当中。子阳，你就别谦虚了。我知道你的成绩在罗亚的培训计划里都排在第一名，啊，这升副船长也就眼前的事儿。一天没认命，就不敢保证不会有意外发生，我可不敢想太多。上学那时候，你凡事就力争第一，连导师都偏心你，对不对？这升华人第一副船长也不是没可能的呀。哪有？老师把唯一出国留学的机会都推荐你了，分明是比较器重你呢。哎，我喝茶，不好意思，我以茶代酒，好，敬大家一杯。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见到老同学一滴酒都不沾啊！不行，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喝酒吗？这是职业，这是不给咱们面子。你要学学师哥，知道吧？学学你的师哥，让我以茶代酒，恭喜你，高升了。来，恭喜师哥。哎呀，子阳师哥，听说你们公司准备开一条新航线？好像是啊，现在邮轮市场竞争那么激烈，多一点项目。能够给游客多点选择吗？也对。从大数据上来看呢，在未来5年之内，全世界选择游轮出行的游客呢，会呈井喷式增长。在业内呢，普遍认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，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游轮旅游业市场。看来你们的公司要大做一番喽。嗨，顺应潮流嘛，也不怪我们公司。业内这几家大公司哪个不是一样？你们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这个商业运作上，技术操作全都还给学校了，所以就需要潘师哥这样的人啊，给我们多培养一些优秀人才，这样咱们邮轮业才能做得风生水起，对不对，师哥？老潘，你没想过离开学校吗？哎，对，潘师哥，你要是来到我们公司，我许你高薪厚职。哎，你看他这个表情，还瞧不起我。我跟你说，潘师哥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人力资源总监啊。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，不需要。我觉得教书育人啊，挺好的。哎呦，
小我们师哥这个觉悟，来，师弟敬二位。祝我们在海事领域上发光发热，大展宏图。谢谢你，王师哥，未来的副船长。哎呦，谢谢。船长，行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走一走就到了。啊，那我们再聊吧。再见。啊，师兄们走。再见了，给您不敬礼。拜拜。师兄，你怎么走？ 我说停当，我说停那边，咱们一起。啊，哎呀，听说你们公司最近麻烦不小啊。你说大巴翻车的事情啊？嗯。还好吧，解释一下，让大家冷静了，就过了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但你想啊，消费者对公司失去了信心，你们海源日子肯定不好过。还好吧。哎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你看着吧，你们在罗亚日子不会好。 不过没关系啊，现在呢，我在公司里能说得上话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姓林啊？啊，对了，刚才吃饭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公司正在拓展新业务，现在正大量招人呢，就你们罗亚也来了不少人应聘。师兄，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。 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是兄弟联手，朋友帮忙。你来我们公司，咱们兄弟两个人并肩作战，好不好？你这句话我会记得的。行了，走了。哎呦，安妮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找媒体的朋友啦。 怎么了？哦，对，头儿说让你去办公室找他。就找我？你们都没事儿？嗯。好，我先去吧。安妮，我在忙，没空跟你说。他怎么了？可能要挨骂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咱们公司的传票销售也被拖累出现问题，这会儿叫安妮过去，估计就是说这事儿了。 原来天宇之战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啊！哎，不，哎呦，说，没事没事。你不会是骗我吧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他现在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内疚的情绪当中啊，而且特别是最近，我们一定要看好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现在死者的家属把他们旅行社告上了法庭。什么？那结果呢？ 安妮，这次刮的是几级风啊？庞贝城恐怕是没了。那你挺重呗。你说呢？安妮，回来了。你还没走啊？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忙吗？我担心你啊。
发起够了吧？不够的话可以继续的，我撑得住。安妮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你管。安妮，安妮，陈飞。啊，你说。 师哥，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呢？好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帮威志。我在楼雅做的挺好的。哎，师哥，你先听听我给你开的条件。好，你说说看。 如果你能加入我们帮威志，我许你薪酬提高10%，10%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在罗亚，很快就要升为副船长了。在其他的游轮公司，没有华人在目前做到了大副以上的位置了。那你也不知道罗亚什么时候升你，对不对？师哥，我劝你啊。 做人还是现实一点，真金白银装在自己口袋里那才靠谱。那我尽快去落实场地和时间。好，我把记者名单赶紧整理好，发给你。网上又有新帖子了。哎，这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安妮，怎么了？子阳，网上有新的帖子出现了，说这一次大八幡车事件跟我们海洋号的内部员工有关系。我觉得说的应该是Morgan。这我也不知道，你联系一下 Allen 吧，他应该找得到。 帖子上面是怎么说的？我把链接发给你，你看一下。嗯，好。师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又有媒体抹黑我们公司。 帖子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有几十万个评论。公司那边刚刚给我通完视讯电话，我们的声誉很受影响。消息传的那么快？在公司酝酿新计划的时候，有一点负面的新闻，恐怕总不会拿我们开刀啊。这个是一个意外事件。 公司应该会明辨是非的，这可涉及了他们自身的利益，我们不得不准备。而且我听说，总部已经有意向要对亚洲区进行人力调配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哈旭米从总部回来告诉我的。藤爸，销售业绩不好，总部肯定也会质疑我们，对整个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会跟着下降吧。 再怎么努力都回不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一定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。
是我，有时间吗？我去找你。 师哥，怎么样？专门把我叫过来，你是考虑清楚了？我想知道你在帮位置可以做到什么位置。这个圈子什么情况啊？你也了解。华人呢想站住脚其实挺难的，所以我能向你承诺的，副船长，应该到顶了。 好，那如果我开出的条件你们都可以满足的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行的。好，来，师哥讲。薪酬提高25%，2年内要担保我做到副船长的位置，还有罗亚的委员金由你们来负责，这些都要写在合同里边。2年之内做到副船长，这个事情我得回去和公司商量一下。 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毕竟你那个资历都摆在这儿呢，对吧？这个工资嘛，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我实话实说啊，我们最高的预期只有18%。罗亚既然已经实现了华人做副船长，那华人做船长，我觉得是迟早的事情。我不觉得我的条件很过分。你们让我做到的职位最高也就只是副船长。 那如果在薪酬方面不能够满足我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谈下去了。罗亚现在岌岌可危，他未来什么情况谁知道？我们帮位制现在这么好的条件邀请你，你还要和罗亚赌一把？师兄，我劝你啊，咱们做人脚踏实地一点。你一不在过河，他自身难保。罗亚他现在连自己都管不了，他拿什么来给你做承诺？ 况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帮威志现在诚心诚意的在邀请你，咱们各让一步，20%。如果你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呢，那我等会儿就回公司赶紧汇报了。不过我觉得，你也表达一下诚意。你想我怎么表示啊？很简单，你先辞职，然后我们马上签约。 那如果你们反悔了，我不就亏大了吗？不可能，绝无可能。咱们两人是师兄弟，我能害你啊？我觉得这件事我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吧。不如这样子，我们找个折中点，你先把首单合约酬劳预付40%给我，我再辞职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双方都有保证嘛。40%，一言为定。 王子阳，你站住！安妮，怎么了？你手里拿什么？看来你都知道了。为什么？良禽择木而栖。公司现在内忧外患，你要在这个时候辞职，我真的看错你了。安妮，公司搞成这样也不是我的错，我只是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。 不觉得这有问题啊，王子阳，我一直认为你的利己主义是一种上进的表现。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跟公司只是一种合作，谁规定合作了就永久不能够解约呢？你就为什么不能够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？我也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，我不觉得这有问题啊。 别说啊，师哥做事情效率是真高。行，接下来呢就都交给我了。你的那个合同啊，我已经送到法务那边去了。但是法务呢最近特别的忙，他们要过好多合同，你先等一等，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吧。
弄完之后我去找你。你们的法务部这么忙，那我要入职不是要等很久喽？嗨，这不赶巧了吗？公司新上一个新项目，一下招了一堆人。现在法务呢，每天就忙这些合同，忙得要死。看来你们的公司要腾飞了。咱们公司？对，咱们的公司。哎，那我到公司之后会跑哪条航线呢？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，但是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下。刚才我不是说我们公司要开一个新项目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公司要开一条新航线，现在正在谈港口，估计呢用不了多久就能谈下来了，到时候你就跑这条航线。说的这么神秘，我也还以为多大的事儿。你还瞧不起这条航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我们用了多少手段，我们用了多少办法才干掉竞争对手，拿下这个项目的？嗨，我跟你说这个干嘛？那个，我以咖啡代酒，庆祝我们成为同事，干杯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什么？王子阳去了邦威治公司。不是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朋友在那儿做人力，昨天吃饭时候聊起来了。安妮，王子阳去邦威治公司的事儿，他跟你说了吗？哎，他怎么了？生气了呗，跟我。哎呀，你笨呐！当然是因为王子阳啊。你想想看，公司负面新闻一出，王子阳立马跳槽，安妮心里能舒服得了啊？之前追人家追得死去活来，现在可好，一出事儿自己第一个跑。要我说啊，安妮当时没答应他就对了。真没想到他俩能发展成这样。忙吧。哎，石哥，这个我们法务刚把合同做出来，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，怎么样？辛苦你了。不错嘛，条款都列得非常清楚。你的事情我哪敢不尽心尽力啊？这个合同一式两份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在最后一页把你名字签上啊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想先让你听一条录音。Framed us? I didn't do it on purpose. So it was you after all. What's wrong with you? I went to Bone Region and they asked me why I was fired, so I had to tell them the truth. I tried so many companies before they ended up contacting me. You mean they contacted you first? Yeah.我们是平庸摩根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能代表什么呢？正当的商业竞争是正常的，但是不能够用这些手段。师哥，你讲这些话要有证据啊。我去网上找到了那些水军，直接私信他们，告诉他们我是大巴受害者的亲属，想要跟他们声讨罗亚的事情。结果他们直接跟我谈钱了，还挺有良心的，明码实价，多劳多得。这些东西什么也证明不了。这些内幕只有 Morgan 知道，你们又聘请了他，那些水军也承认了是有大公司出高价让他们做这些事儿，而且之前你说的那些新航线、港口的谈判，竞争对手之一是罗亚。你想，如果我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的话，
大家会怎么想的？你想要什么？不知道。不如你告诉我，你可以给我什么，让我考虑考虑，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我把你的薪水第二年增加到25%。还有呢？别的我做不了主。这些证据不足以让我的职位再升一升吗？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晋升规定，我一个人说的算吗？那不勉强你。你要干什么 ？Alan 和 Morgan 的这段录音，我能够拿得到，罗亚也能够拿得到。如果你是唐先生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劝你一句，马上停止对罗亚的这些抹黑行为，不然的话，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。你为什么突然转向罗亚？啊？我们给你的条件还满足不了你吗？说实话，你给我的薪酬我挺满意的。但是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？如果给我的只是副船长，那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我的目标是船长。如果给不到，那不管我在哪儿或在罗亚，其实分别不大。即使是泥菩萨，也总会有爬到的一天。可是，在你们那儿连机会都没有，更何况你们做事情真的太不漂亮了。罗亚只要把这些证据一摆，你们公司就完了。难道我会明知山有虎，还向虎山行吗？相反的，我把这些证据拿给唐先生，你想，结果会是什么？唐先生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我在离职之前找过唐先生一趟。唐先生，我觉得公司被抹黑是有人在后面操作的。可能最近公司有新的项目，那跟别的公司有直接的竞争关系，所以呢才会这样。邦威智是不是竞争的其中一间公司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的人力资源总监是我的师弟，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提到了 Morgan，Alan 也在找 Morgan 了。我想同时在我师弟这里打探一下。唐先生，其实我有个想法。王子阳，原来是故意接近我的。别生气，师弟，好好想一想。一开始可是你们主动来找我的，而且我也不完全只是在逗你。跳槽的事情，我有仔细想过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这是他们要跟我签的合同，还有，这是我跟陈飞之间的对话录音。方维志那边开给我的条件是，年薪增加25%，还有担保我两年内坐上副船长的位置。哇哦，他们还挺看重你的。老实讲，你有没有一点动心？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要不是你帮我，不会有今天王子阳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的。进来。他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唐先生的。你的新老板应该很不情愿你来找唐先生吧？安妮，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还是只要你直接跟他讲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你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贴纸的事情。水果怎么了？最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堆事儿，又出意外又抹黑，船上新来的瞭望水手呢，还把副船长气得直跳脚呢。你那些都是新人，他肯定是这个样子啊。如果要是摩根的就不会这样。那人是摩根？没有没有，那个咱们这个圈子你也知道，就这么大嘛，刚好我又是管这一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多多少少肯定都有一些了解。说的也是，跟陈飞见面之后，我总觉得邦威智跟这件事情有关联，所以就找了唐先生谈。
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对不起，阿妮，别生气，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我怕对方会知道我不是真心的想要跳槽，更何况我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为了公司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你。相遇在一座城，相遇在某个人潮汹涌孤单的路口，相识于一片天，相识在蔚蓝海洋中，生活的另一面，梦想的是发现，不经意的转弯，终点又回到起点。移动的地球村是一个同行的圆，从彼岸到此间，最美的少年，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下一个起点，每一次启程拥抱着辽阔海天，每一次靠岸看了万家灯火人间团圆，每一次起航追逐永不消失的地平线，移动的海岸线，从天边到眼前，生命的延长线不再那么遥远，闪亮的夏天，闪亮了每一天， I love you forever， 一刹那时间。